即使皇太后不相信我，我也要将你的阴谋诡计公之于众。哼，你好像还不太清楚自己的身份呢吧？你不过是孤棋盘上的棋子而已，在棋盘之上，孤想把你摆在哪儿就摆在哪儿，孤不喜欢了，随时能把你扔掉，换另一颗棋子，因为可以取代你的棋子还有很多呢。你以为你坐在皇后的位子上就了不起了吗？还是你忘了自己的名字了，赵遗嘱？你是否忘记了这个名字了呢？还是忘记了这个名字所联系着的卑微的出身呢？是谁把你培养成倾国倾城的女人？难道你想回到从前的贫民堆里去吗？赵遗嘱，回答姑啊，姑在问你话呢。如果臣妾有什么地方冒犯了太后，请太后饶恕。你要永远记住，你的命运是牢牢掌握在孤的手掌心里，想改变它那是不可能的。在外面站了半天了，是不是想帮你姐姐说话呀？不会，事已至此，再怎么怨恨都没有用了。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会心甘情愿地走到尽头。不错，姑果然没有看错你。何德，怎么样，想不想坐你姐姐的位子？多谢太后。何德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做昭仪，位子坐得越高，又就越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都下去吧，姐姐，不如把那件事忘了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也知道，跟定陶太后作对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也许我们两个都得死，不，也许比死还可怕。我们会神不知鬼不觉的从永巷消失。可是任他这么摆布，跟死有什么区别？我不甘心。对我而言，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就生不如死，是躲在角落里孤寂的死去，还是站在高处俯视别人？答案不是很明显吗？可是如果没有子嗣，到我们色衰爱弛的那一天怎么办？到陛下驾崩的那一天怎么办？到时候那些敌人会把我们碎尸万段的。就算真的有那一天，用不着他们动手，我会自己了断。你疯了，姐姐，死并不可怕，只要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死，只要能在死之前享受过一切，这就够了。姐，我们还是抓着自己的机会及时行乐吧。嗯，
何德？原来是姐姐啊，一下子闯进来吓了我一跳。姐姐的朝服实在太漂亮了，所以我就忍不住拿下来看一看。你看，好看吗？放回去。你怎么了？干嘛这么生气呀？就算我们是姐妹，凡事也该有个规矩。皇后朝服是你能穿的吗？不要逾越了自己的本分。姐姐还在为定陶太后的事心烦吗？不用担心，听说她马上就要回定陶了。不要跟我提定陶太后，出去。我本该多留你们住些日子的，可是宗法不能违，还是请你们赶快回封地去吧。咱们姐妹这几年来一向聚少离多，来，就让我再敬你们俩一杯。长安毕竟不是我的久留之地，我还惦念着我定陶的孙子呢。康儿已经不在了，我只有这么一个孙子，无论如何我都要好好的把他抚养成人。好歹你还有个孙子呢，你说你过去做了那么多恶事，都报应在你儿子身上了，要我说以后啊还是要安分知足，给孙子多积点福。你说什么呢？阿元，你不会喝酒就别逞能，满嘴的胡话。阿瑶，你别往心里去，他醉得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你们赶快扶中山太后进去休息。没事，我没事，没事。你呀，真是不让人省心的性子，就算喝多了也不该说刚才那种话。我又说错什么了？你忘了，你刚才说阿瑶作恶多端，所以克死了自己的儿子。真的？我真这么说了？哎呀，我一直把自己的想法使劲憋在心里的，你看怎么一不小心给说出来了。可他过去是做了不少坏事啊，又不是我冤枉他。阿瑶已经为儿子的事情伤透了心，你又何必在人家伤口上撒一把盐呢？是我错了还不成啊，我这就给他赔礼去。晚了，阿瑶的性情你又不是不知道，但愿以后啊你别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里，不然有你好受的。哎呦，我在中山，他在定陶，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何必怕他呢？总之你凡事啊多长个心眼儿，管好你这张嘴。路上要千万小心才是，多多保重。阿瑶啊，萧大人，汝南叛乱能够顺利平定，多亏萧大人了，孤会请陛下为你封赏的。这都是微臣的职责所在。你不在长安的这段日子，阿瑶回来过了，经历了丧子悲痛，
他似乎改变了很多。像他这样心意执着的人，恐怕不容易改变吧。只要有诚意悔过，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关于这件事，微臣正有密情向太后禀报。有传闻说，赵氏姐妹是傅太后送到阳娥公主府上的。哦，这样的传闻，你是从哪里听说的？是阳娥公主府的一个仆人，被辞退之后心怀不满，喝醉酒说出来的。太后打算怎么办？这件事情必须查证。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傅太后的居心就令人怀疑。微臣愿意前往定陶王宫探查究竟。赵氏姐妹既然在那里住过，肯定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如果突然去定陶的话，必会引起怀疑，引起怀疑对方就有了戒心，那只会一无所获。每年这个时候，朝廷都会派遣使臣考察各郡的治理情况。我会向陛下请求去定陶，此事关系到你和陛下的安危，微臣一定会鞠躬尽瘁。那就有劳萧大人了。另外，此事一定要对陛下保密。是。愿定陶太后福寿安康，长乐无极。萧大人，你怎么会来啊？真是孤的稀客。下官是受朝廷派遣。哦，这么说，如果没有朝廷的派遣，你就永远不会来看我了。太后如果还在为从前的事生气，下官向太后赔礼。萧大人冒犯孤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轻轻松松赔个礼，萧大人认为孤就会把从前的账都一笔勾销吗？下官既然敢来这里，就做好了任凭太后处置的准备。萧大人，你还记不记得孤说过早晚有一天要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如果真的能够让太后消气，那下官愿意向太后献上我的舌头。可少了这根舌头，也就少了一个敢对太后说真话的人。太后觉得哪一样更好呢？好一张能言善辩的利嘴呀。那孤暂且就留下你的舌头，不过你要记住，你再敢惹恼我，就不仅是要你舌头那么简单了，你的脑袋恐怕也会……叫人过来。不要，你知道吗？我对康儿来说是一个过分的母亲，可那孩子还是为了我不辞辛劳，毫无怨言，你知道吗？其实他和他的皇兄感情非常的好，是我逼着他去争夺太子之位，是我逼的他呀。他做了那么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都是我逼着他呀。我害死了我自己的儿子，是我自己死了我自己的儿子，我的康儿，我的康儿。如果恭王陛下有旨，
看到他母亲这样不爱惜自己，他会难过的。你是不是一直都认为我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你以为我天生就是这样吗？啊，不是。在我五岁那年，家里人全都死光了，就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流浪在街头，差点被饿死。还好我的养父收留了我，可毕竟他也是个穷人，虽然为了照顾我费了不少心力，可我却依然过着那种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根本就吃不饱饭。你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的身世？因为我不需要廉价的同情。从小我就知道，我要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不需要任何人同情我，不需要任何人施舍，尤其是你，小玉。你这样只会让自己众叛亲离。我本来一个人活得好好的，可是老天为什么让我遇到了你？你还记得吗？在我还是嫁人子的时候，有一次也像今天一样下着大雨，你反了我，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抱得那么紧那么紧。你知道我当时多么想把自己给你吗？可是我没有。你知道一个女人不能把自己的身体交给自己最喜欢的人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吗？多么痛苦，你知道吗？
后，最近你身体不好，再照看心儿的话，实在是太吃力了。是不是能让我代替你去照顾心儿？你凭什么代替姑啊？就算你是他的母亲，可你也不配照顾他。他是姑的孙子，只能由姑亲手带大。太后误会了，我绝没有要取代你的意思，我只是想念我的儿子，我实在是太想他了。求你可怜可怜我吧。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出去。宫王妃，你不要紧吧？我没事。只怪定陶这里的风沙太大了。其实刚才你和太后的对话我都听到了，如今恭王去世不久，对他的打击太大，所以他才会把怨气发泄在你的身上，等过了这段日子慢慢就会好起来了。谢谢萧大人，你是第一个和我说这种话的人，我会记在心里。哦，对了，我想请问你跟以前住在这里的赵皇后和赵昭仪是不是好朋友？姓赵的女人，她们只会勾引男人，我才没有这种朋友，我不认识她们。我只是听说过她们的事。不，你不仅认识他们，而且还怨恨他们，因为恭王也爱上了他们。赵飞燕这个贱人，她不配得到恭王的爱，她不配。你这就要走了吗？定陶的考察已经结束，下官要回长安向朝廷复命。少在姑面前说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来定陶的目的吗？从你进入王宫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有人在注意你了。你在四处打听赵氏姐妹是不是姑的人，对吗？这正是在下来定陶的目的。你把赵氏姐妹献给陛下到底有什么居心？赵氏姐妹是姑送给陛下的礼物，陛下膝下无子，有更多的女人为陛下生孩子，那不是好事吗？姑这是在帮她。那你为什么不名正言顺地送礼，反而要借杨阿公主之名呢？唉，你又不是不了解，我那好姐妹王政君，她为人有多么疑心。如果明告诉她是姑送的礼，那陛下不就收不得了吗？可现在这个秘密已经无需在手了，因为陛下对姑送的礼物喜欢得不得了，对吗？既然棋子都已经暴露了，楚人还有什么可得意的？以后再想用棋子来制造风波就没有机会了。
好一个胆大妄言的人。你不要忘了，你也不过是孤脚下的一个臣子而已啊。你知道吗？我曾经多想这样抱着你，让你只属于我一个人，可是你却把你的心交给了另外的女人。其实你跟赵氏姐妹也没有什么不同，你也只不过是枚棋子而已。我宁可做她的棋子，而不是你的。臣此次已经查明，赵氏姐妹确实是傅太后的人，她千方百计把他们安插在宫里，必然是有所图谋。其实啊，这个答案在让你去定陶之前我就已经猜到了，只是我希望自己猜得不对，只是没想到我的希望还是落空了。傅瑶终归还是傅瑶。虽然傅太后对儿子去世之事确实非常伤心，但她未必会放弃自己的野心。如今陛下完全被赵氏姐妹迷住，万一他们先诞下皇子，将来就会成为一大隐患。如果他们真能诞下皇子，那当然好，大不了姑到时候另找一个抚养他长大的母亲。那他们会不会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暗中加害其他有身孕或者有子嗣的嫔妃呢？嗯，你说的这一点倒是不可不防。不过好在呢，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姑会想办法保护那些孩子。你觉得许皇后被废之事，会不会也跟傅太后和赵氏姐妹有关？那个术士已死，现在想证明阿娥的清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早晚我会把她从冷宫里救出来。这个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难道你身边就再没有能够帮助你抵抗赵氏姐妹力量的人选了吗？有啊，班婕妤，她出身高贵，文采出众，像古时的樊姬一样聪慧可人。一开始她跟二儿的感情非常和睦，要不是赵氏姊妹进宫冲淡了二儿对她的喜爱，说不定现在她已经怀上龙种了。只要皇太后找机会再为他们夫妻撮合，相信陛下还是会重新宠爱班婕妤的。一旦她能够顺利地诞下太子，你就可以安枕无忧了。怕就怕会节外生枝，这宫里面的事情向来都是变幻莫测的。陛下去哪儿了？禀殿下，昭仪夫人夜不能寐，所以陛下就在您睡熟之后移驾昭阳殿了。宫里有那么多的宫女舍人伺候姑，姑不需要你这样的人，你还是回到陛下的身边吧。请恕微臣多嘴，殿下身边有谁是可以信任的呢？即便是殿下最亲近的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夺取殿下最在意的东西。如果你想留在姑的身边，就必须要谨言慎行，做好一个臣子的本分。Thank you.
妹可真是天生的尤物啊，难怪陛下会被你迷住。姐姐还是第一次夸我长得美，你也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怎么倒羡慕起我来了？妹妹的新宫殿可真是了不起啊，外面种的花朵我连见都没见过，屋里墙上挂的壁灯全都是黄金做的，跟你的宫殿比起来，我的椒房殿真像是个狗窝，隔着十道宫墙都能闻见你这话里的酸味，感情姐姐是吃醋了。我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喜欢可以随时搬过来住啊。我可用不着妹妹施舍，你就不怕我过来耽误了你和陛下亲热？姐姐说什么呢？哎，你个死丫头，原来你还知道害臊啊！陛下的胸口都已经变成你一个人的枕头了，你也该适可而止了。姐姐没本事把陛下留在身边，凭什么拿我来撒气？难不成还让我把陛下赶到你宫里去不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私心，自从那天你偷偷穿我的朝服，我就知道原来妹妹还做着当皇后的梦呢。我告诉你，只要我在一天，那就只能是个梦。我若是想做皇后，哪里还轮得到姐姐？明明是我让你。谢谢妹妹提醒，弄了半天原来是我在做梦啊。都下去。你的眼泪是很珍贵的，为什么要为背叛你的人而流呢？陛下移情别恋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能算是背叛呢？作为天下的帝王，他当然有权利去征服和占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他背叛了爱情，背叛了你对他最美好的信任和依赖，他把你忘了。姑不许你这么说，陛下只是遇到了新鲜好玩的东西，等他玩累了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所有沉迷在爱情里的女人都相信爱人能够回心转意，可她们都忘了，人心一旦飞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你最大的悲哀就是爱上了皇帝。既然入了宫，就必须得到陛下的爱，要得到陛下的爱就必须全心全意地去爱陛下，难道不是这样吗？哼，皇帝能敬能怕却不能爱，因为皇帝永远都不会只忠于一个女人，一旦爱上皇帝，你这一生就会注定万劫不复，你永远只能守着他的背影，来祈求一点卑微的施舍。我不要，在我心里，就像有一个永远都填不满的洞，
你身边连一个可以依靠的人都没有，明明有妹妹，却无法相信，这比没有亲人更悲哀。能理解我感受的人，一个都没有。你眼前不就有一个吗？我希望能成为你的心灵支柱，只要你愿意，我怎么帮你都行。你并不是孤单一个人。就凭你这句话，姑可以治你死罪，这你知道吗？生命就像浮萍一样，皇后你不治我死罪，保不齐我也活不过明天。陈局长，该给的我全都给你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帮我妹妹恢复皇后身份？这件事儿不能着急，圣上还在气头上，总得等他气消了再说。你放心吧，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办到。陈局长，咱们今天不妨开门见山的把话说清楚，都已经一个月了，你总拿这句话来敷衍我。圣上到底消没消气？我今天亲自去问他，再把你秽乱宫禁的事也一并告诉他。你别得了便宜又卖乖，大不了咱们拼个鱼死网破。哼，既然我妹妹活不下去，咱们就谁都别想活。哎呦，我的好姐姐，你别这么大声好不好？要是被人听见，谁的人头也不保。再说了，你要真把这件事说出去，你妹妹就有好日子过了。好了，好姐姐别生气，这事儿必须要从长计议。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带我去见一下皇嫂，最好能拿一件她贴身的信物，这样的话我去见圣上也好有个说头，而且圣上看见往日的信物一定能把从前的情分想起来。嗯，你这么说还像回事儿。妹妹快来喝鸡汤，我都炖了一整天了，看你瘦得吹口气都能飞上天去，你这小脸还没有鸡蛋大，快点把汤喝了，养得丰满点好去见陛下。你以为赵合德那狐狸精靠什么迷得住陛下？还不是靠他那身肥肉。你别再死心眼了啊，写这些没用的信给谁看呀？总有一天我要亲手把这些信交给陛下，让他知道，在他狠心抛下我的这些日子，我过得有多苦。行了，别哭了，你就是把眼睛哭瞎了，他也不会看的。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如今我连陛下的面都见不着，我又怎么能让他知道我的心意？傻丫头，你见不到，自有别人能见到啊。我已经特意托付了一位陛下最倚重的臣子去做说客，
咱们姐妹有救了。真的。